你为什么不喜欢画画？我想来笑，想来笑。爸爸为什么帅呢？太帅你就讨厌爸爸，是不是？我不喜欢太帅的人。等一下整理哦，我很忙嘞，你还要做事情，我还要做洗衣服嘞，很忙嘞。大家好，我叫欧晨，我今年三岁，喜欢的食物是水果都喜欢，喜欢的东西是玩具都喜欢，喜欢的人是漂亮阿姨都喜欢，我长得很可爱。我的爸妈，我要跟你讲一个事情哦。嗯，就妈妈今天心情不好，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面包。我说我心情不好，然后去买了一个面包。心情不好？那你要跟我说什么？谢谢。嗯？啊？谢谢。为什么？不客气。我说我心情不好，去买了一个面包。嗯。为什么不给我吃？我想要吃面包，我要吃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